全熊猫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，之前那个几斤重的键盘还是历历在目，没想到做键盘型做鼠标也有点东西。全熊猫 P1 这玩意我用了一个月左右，感觉简直就是来掀桌子。60克超轻量化设计是友商的核心卖点，但是在全熊猫 P1 这儿也只是机操物流。首先就是搭载了 PAW3395 旗舰级光学传感器，不仅是26000 dpi 的定位精准度，还能以650 IPS 的速度无缝追踪每一个动作，确保无论在游戏基站还是工作中都能实现精确无误。而且结合凯华黑曼巴微动之后，8000万次的使用寿命下，即使是重度用户也能长时间使用而不用担心损坏。全熊猫 P1 的触发速度和反馈都非常优秀，拥有0.3毫米的超快触发，整体力度适中，长久耐用，反馈清晰。而且在无线连接方面，全熊猫 P1 也是支持3模连接的，兼容性非常强，无论是蓝牙 2.4G 还是有线都能轻松应对。再加上1000赫兹的高回报率，搭配传感器可以实现全局优化，整体延迟非常低，抗干扰能力强，低损耗，使用过程中几乎感受不到任何阻碍，基本就是一个指哪打哪。续航方面，全熊猫 P1 配备了500毫安的大容量电池，结合 PAW3395 原相芯片与黑曼巴微动，可以优化整体的电池性能，达到智能节电的效果。一次充电基本上可以有135个小时的长效续航，极大的满足了长时间工作或者游戏的需求。全熊猫 P1 的人体工学采用了中部收腰的设计，弧度很贴合手掌，非常适合右手使用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这是专门为右手设计的鼠标，所以左撇子朋友可能就不太适合了。此外还有一些人性化的小设计也是比较贴心的，比如脚贴圆角化后，鼠标在移动时更加柔和，减少摩擦，提升了整体的顺滑度。100多块的价格，全熊猫 P1 的配置真的是让人害怕，不过选到最后还是我们赚，兄弟们赶紧冲，我估计很快就要断货了。